那接下来练习一二步，那因为比较不好接哈，所以我还是先把三四步弹出来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。那就可以发现一二步跟三四步是高八度的想法，然后二三，好，再跑回第一步，二三，变第二步，那特别小心，就是升 re 的想法哈，手指一定要先预备 so fa re mi，又有连接线哦，所以不能吃掉哈。那这边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想法，就是给左手弹，因为这边的第一步是阿嬷的哆，这边的哆是妈妈的哆，那小朋友的手没有办法弹到八度，所以就可以分配。